我是汪丽珍，今天仅代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宣布第十一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新加坡赛区的大决赛正式开始。十小四，十小十，一同来到阅览室。十小四年十四，十小十年四十。想要枪上窗，互相不退让。康赶不走枪，枪也上不了窗和墙。每一个人都有梦想，就是你梦想推动你向前进的一个动力。我自己会做好的本分，就是我会让我的周围的人都体验到汉语的妙，还有就是中国文化的好在哪里。然后我的话，我就会尽量让我这种精神这样延传下去。事实上，我的中国梦，我希望能够借着汉语桥来有机会到中国去看一下其他选手怎么学习华文，了解他们学习华文的心得。我觉得汉语桥帮了我很多，然后我希望要是有机会的话，我也能够到中国去寻我的梦。是的，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汉语桥的比赛。我觉得这个比赛让我学习了很多，也得到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就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准备比赛过程当中，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其实我的中国梦，就是想到中国走一遍，然后到每个地方都能唱着我喜欢的歌。所以这点给我们评委呢非常大的鼓励和安慰。所以在这里要鼓励大家，就是只要你不断的提升，你的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强。所以不要小看自己，让我们一起拼，让我们一起留住我们的文化，一起留住我们。